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10:40左右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venue。这支 revenue 之前我有分享过，我应该是在这边的时候就分享，然后就飙上去，又回来。今天呢，它终于在它这个筹码主力线的十字线跟蓝线这边有支撑，然后就弹上去。弹上去的时候是突破了这一个 POC， 现在要去挑战这个前高，这个还就是 0.73。 我刚讲的时候它就刚刚突破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今天它收盘价有能力涨上去 0.73，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马路讯号，就是可以追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中间呢是没有什么筹码的，它的下一个套牢盘就这边，大概是在 0.90 就是它的第一个目标价。如果它有能力突破 0.73， 收盘价的时候站上去 0.73、这个是可以追的。底下的筹码呢全部变成支撑盘，筹码主力线全部正在支撑住它，冲很有机会往上冲。如果它突破站上去 0.73，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。谢谢大家。